今天这天儿也太好了，我得趁着圣诞节前搞个卫生。你大早上起来，他好天还没亮，他就来敲门送快递。真的？啊？几点了？我也不知道，睡得稀里糊涂的。你也不起来？我没听见。你起来你就穿上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听见了。你听见了？这一眼没罩住，买这么多，你这是买了多少衣服？这一大包子。上过去，我看看你那个小猫咪。上过去。哎呀，真好看呀！你喜欢这小包吗？那我就接着吃牛舌饼吧。这音乐是怎么回事？出大事儿！啊？你过来。怎么了？完了，咱家这个锅呀，嗯，下崽儿了。请问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用？就是好玩是吗？不好玩，它就是一个夹子，防止它那个生锈的。你看。哎，真的呀！你一说就马上生锈，这锅太神了，是不是一下变富贵了？来人呐，上咖啡。为什么我一个星期之后买的都已经到了？这还不是全部呗？对啊，去年我买了一热水器，这个热水器的广告呢，就是你可以同时和厨房的洗碗一块用，但是呢，它只是个广告，就算是它再强的热水器。但这种即热热水器其实也做不到，如果厨房那边开了最高温度的水，其实你这边的淋浴间还是会凉的。于是呢，我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精准的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洗澡，什么时候洗完澡，然后你在那边准时的用水呢？一分钟一秒都不差，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干嘛呢？我就是研究了一下这个按摩器，我就说这个按摩器啊，咱们就是这样，就是说一般的按摩器呢只要50块钱，日式按摩的那个转的轴捏你那个后脖梗子什么的，这个东西的发明专利是一家德国公司，它叫 Donnerberg， 它在慕尼黑，就这个 Donnerberg 的189，因为他们家是持有专利的，他们家保质7年，它哪儿都可以按摩，它可以在你浑身上下游走，从脖梗子一直到脚后跟，身上都能游，深浅都能有。所谓的专利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如果现在下单呢，明天还能送到。到公司开个会，这厨房眼熟不？来都来了，还是先来杯咖啡吧。回来了，准备大扫除。它会长红区菌吧，红区霉，这个东西根本就刷不干净。虽然他说，而且 这个后边这儿你看到吗？这儿很难刷的干净。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了，所以我决定把它放到洗衣机里试一试。因为我刚刚看了它说明书，说是洗衣机也可以洗，但如果洗衣机也洗不干净或者太麻烦的话，那怎么扔掉？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用。我
请留一个。这边的洗手间我是真的尽力了，因为摆了太多东西了，我刚擦完就又都摆上了，这边摆了太多东西了，每一个地方都摆了太多的东西了，而且这个镜子我本来挺想擦它的，但是这个镜子一直被这个娘们呢放在这儿，所以它溅了很多的水，我擦完了它很快还会脏，算了，我还是没忍住把它给擦出来了。我觉得最难维护的其实就是淋浴间的玻璃，这玻璃里头也容易溅水，外头也容易溅水，所以时不常的你得用去水渍的那种清洁剂擦它一下。45。你这是什么表情？让我看看，这有什么味道？有什么味儿？看。都什么味儿啊？葡萄、苹果、草莓，还有 kiwi 猕猴桃。猕猴桃还有葡萄，还有我就在吹那个歌了。OK。A big tree, the cat for leave of me. I think that my house come hot to the valley of the sleeve. A big tree, the cat for leave of me. There must fly figure hand, there can be. There must be uns Kindern gehen. Stein auf Stein, Stein auf Stein. Die Scheuche wird bald fertig sein. 出来吧，咱走了。送你哥去，你哥要去过圣诞节了。你今天就要出去过圣诞了，你就没有什么跟你亲爹亲妈说一说？祝你圣诞快乐。可是我们家不过圣诞节。过、啊。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哎，你跟我穿情侣装。他从一点就说要走，走到现在，我给你们看看几点啊。现在的时间，后天见，跟妈妈妹妹说再见，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嗯，走。Und jetzt fahr。你说是不是疯了？这又弄个蓝牙模块，弄了个遥控车。嗯。衣服啊，高兴了，进超市就高兴了，是不是？嗯。发什么呆呢？你怎么那么难受啊？行了，今天咱们100欧的任务也达成了，可以回家了。全是人。解压。Ownership Yad Raya Box Nummer 15. Darf ich einmal einzige Rice Box haben? Das war's. So einmal Dreier Box. Welche Getränk hast du? Cola Light bitte. Dann bitte vorfahren, einer mit Geduld. Okay. Hallo. 1598. Ja, mit Karte.薯条不错，再给我点，我饿得不行了。你，我吃那个抗生素吃的，有点晕过去，肚子也没食。那现炸的真香。哎呦，今天这一天吃那个抗生素吃的我头晕目眩，我也没劲，没有功夫做饭了，就吃点肯德基吧。肯德基吧。
买的那个办公室，然后税务局已经寄信来要求交那个地税了。我就想，今天是12月23号，明天24号，就明天开始就已经，其实今天已经进入圣诞假期了。税务局不辞辛劳的在圣诞前还给人寄要求交费的信，也真是难为他们了。你先啃上啊。要了3块原味鸡，然后我要了一份饭，我一直想尝尝那个饭，炸鸡，然后烤肉酱，还有一个沙拉的饭，啃上了。你那饭看着不错啊。怎么说还是原味鸡好吃，咬开一口鸡鸡冒油。这黄瓜呢？讲下去，咱们这老北京吃饭啊，脚不能上桌子。对，吃饱了您老北京。妈呀，吃的我都快翻白眼了，全是我造的。你干嘛呢？我这有水印儿，我这水印儿疼，水印儿很烦人呢。你拍我吗？又喝，亲，你要干嘛？加油！是这意思吗？装饰一下。